荒岛求生第三天，这里的毒虫蛇蚁太多了，在这里行走一定要处处格外小心。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，我必须制作一些工具，获取更多的食物。我身后是一片大的沙滩，这里太多的沙蟹洞，我想利用这个捡来的烂桶制作一个沙蟹陷阱。先刨个洞。魔鬼鱼回家生火做饭，今天利用竹片区，竹片上开个小口，放入火龙。伙食正着了，最近天气变冷了，我得赶紧去德国 APP 买点卫衣外套，里面有各种大牌，新来还能领福利，特别划算。走，看一下螃蟹陷阱。哇，收获不错，把魔鬼鱼捆绑好，烧烤，熟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跟着我。